五星捷快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温泉博物馆哈。今天是我们那个第十届北投狮头望文化节哈，五月份哈，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有两场哈，等一下哈还有一场四点还没啊。那介绍一下狮头望哈，它本名叫红来望哈，是北投的一个国宝哦，它有拿过终身成就奖哦，有拿过全球文化艺术新展奖。 也有拿过国家艺术奖，哦，所以他做的狮头啊，哦，就是现在拿的这个狮头啊，哦，这个是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哦，列为无形文化资产，哦，哎，它的全部都是手工制作，哦，都是手工制作，它这个尾牙溪，哦，苎麻，哦，这扯不断的，哦，苎麻，哦，这个都有它的含义在，哦，啊，它这个如果是。 传统的它是用双刀做的，哦，双刀做的，哦，那讲这样你们就知道双刀哦，原来耍狮子也是要有武术的基本功哦。那我们武术的基本功是练太祖拳，哦，太祖，我们就南少林太祖拳，哦，所以我啊先放下一下，哦，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会有18般兵器哦，有很多种哦，我们大概整理一下。 哦，那还有这一种叫做客家狮，哦，这一种我们叫做北投嘛，说是台北的北部，哦，南龙宫八宝开吹腮，因为它的嘴巴会咬合，哦，北部开口狮，哦，哎，这个就是客家狮，哦，这一种的，哦，吹头诶，哦，嘴巴四四方方的，这是客家狮，哦，那这一种是南波，哦，中南部的狮子，哦。 嘴巴它不能咬合，也是有嘴巴哦。我们都讲南部哈、哦，吹腮闭口狮哦。那它每种的配备都不一样哦。这种应该还有一些哦，塞龟啊、塞干啊，就是狮鬼啊、狮婆哦。那它因为它表演的东西很多哦，对我们来讲总共有18套的技艺哦。那等一下他们会呈现一些套狮体的表演，我再边做介绍。 好，来，那我们就一样一样的。第一个要呈现塞秋球哦，狮子抢球。 Thank you.
下，哇！伊讲你讲困塞吼，睡狮。谁把我吵起来呢？左看看，右看看，我叫做塞臼感哦，狮照脚，起来了，伸个懒腰，狮展威。北投的狮子，它是代表我们台北市去全国比赛，
球迷的运动会比赛，他在2013年、2017年、2019年都拿过冠军，所以我们平头的狮子已经拿过3次的狮王的，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南霸岛的狮子，平头的狮子。那刚刚为什么要狮抢球呢？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18套，那18套狮子抢球是其中一套，杀狮也是其中一套，套狮结也是其中一套。可是他们每一套根本没有做1/10，那你就知道一套要做很长很久，它都是有故事有内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狮子他必须要先学一个礼节，譬如说他18套的功夫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他一开始进来，他有跟你们做敬礼的动作300礼，跟最后结束，这就是按五套五倍，就是我们做人就是要懂得一些规矩，就前面要做了后面的事情你要把它全部都完成，有头有尾，那他狮子抢球他是要过桥，过一个桥，他桥不敢过，因为他怕他狮子那么大，那个桥以前都是木板的桥，所以他用那个牙齿，我刚刚讲的那牙齿是双刀做的，用牙齿去咬那九个桥墩，看他会不会摇晃，他才敢过。他不敢过，他又有狮鬼狮婆来帮他，所以就有一出戏这样，这样把他带过去，这是一个狮抢球的一个故事，那他套狮结为什么？你看他一直咬，咬前脚，咬后脚，倒蹲狮都一直咬，原来他是要把自己身体弄干净，就好像各位今天出来，大家都哇洗个澡，穿个漂亮衣服出来外面，这是一种礼貌，不会说坐在旁边哇你臭摸摸的，所以狮子也是一样，尤其他要进去大庙，要面对玉皇上帝啊、保生大帝啊、妈祖啊，他更要懂得礼貌，所以他必须要在庙城，就是庙的外面，先把自己先弄干净，弄干净了以后，他才可以进去庙里面。进去庙里面也是提供雄端，提供行摆，再过来探石狮，探酒塞，再过谁龙挑探酒塞，探蒙莲，所以他是有规矩的，就是一套一套这样做，才能左进门右出门，进去还要开四门，跟主神做一个参拜，所以你看狮子，你们看好像只是在看热闹，其实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他的一些规矩在，就好像那个你看到他大刀，有武术的基础，有武术的功夫，你们看是很热闹，哇，不能搏起来，但是他为什么要杀狮？原来狮子的血可以做药引，来解救众生，他牺牲他自己，那玉皇上帝知道了，就派狮鬼狮婆下凡间，来解救他，又把他救活起来，不然一个狮队出去外面要表演，结果阵亡了，结果就没故事了，所以他是有故事的，所以塞鬼啊塞婆啊，在我们这个狮队里面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讲的刚刚解救众生，这就要祈福嘛，所以狮子，一般庙会出去的时候他都是做开路先锋，所以你不管，在台北是最热闹，以前就是台北亚贤红银城黄，那是最热闹的，所有台北的狮队一定都是集中在最前面，每一团一团一团全部都是狮团狮队，后面就是文正，文正就是屋顶，武正，那文正，北广神将啊，千里眼顺风耳啦，他们都是在后面，他们要，保护着这个主神，那我们是做开路先锋，那开路先锋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弄干净，所谓这个地方弄干净就是比如说这边常常出车祸，我们都会讲说压高铁，这是不干净的地方，那我们狮子过去了他就会赶快走掉了，把这边净空，就好像
以前那什么当官的出去啊，有拿那个牌子啊，什么肃静啊、回避啊，啊，这个意思一样。哦，那我们狮子就是代表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开路先锋的一个武阵。哦，这是我们北投的这一种狮子。哦，那你们就知道，就大刀杀狮完以后，他还要踩七星，七星步。哦，踩七星，我们就讲哦，破锁破煞。哦，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再看龙。哦，舞龙的表演。哦，今天刚好是龙年啊。那
因为今年要刚好第十届，那我们的温泉博物馆的总馆长哦，特别交代，哎呀，说哇，今年刚好龙年啊，那我们活动给他哦，搞个比较热闹一下，气氛比较哦，热闹一下哦。然后今天我也看到钟馆长来，我们请我们钟馆长哦讲几句话来，我们欢迎他。谢谢。来，欢迎大家来到北投温泉博物馆哦。那今年刚好是如洪老师讲的哦，是我们第十届石头旺这个文化节。那大家在这个绿色旅商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致力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今年刚好是逢岁龙年呢，然后大家看到这样一个精彩的表演，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场地哦，然后也因应我们这个场地啊，然后在这个地上这样滚来滚去哈、哦，那他们本来可以做很多很多更厉害的表演啊，因为受限这样的一个场地的关系，也为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调整哦。啊，大家可以看到哦，那这个不管是石头旺剧团哦，老师呢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哦，大家可以看到，过去可能舞龙舞狮都是男生的，刚刚是不是有看到领这个龙珠的是女生，帮这个我们剧团的这个各位不管是小男生跟小女生的这个学生，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代传代，那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石头旺剧团再次来到北投温泉博物馆，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表演然后有一个很圆满成功，也希望大家来到北投能够玩得愉快，谢谢。谢谢钟馆长。怎么都跑掉了啦，再来一个狮子吧，赶快叫他们全部都出来。那个因为我们本来是都是半个小时啦，那之前都有演过这四个狮子啦，都会有做一段一段的演出啦，我不知道他们刚刚台湾狮一次耍了那么久，不然每种其实你们刚刚都有听到，战鼓又跟台湾狮鼓又不一样，台湾狮鼓呢又跟刚刚的龙月又不一样，其实客家诗也有客家诗的音乐全部都不一样，尤其客家诗的诗谱啊非常的柔和那南部诗呢哇更精彩，因为它有要有唢呐的搭配，还要有铜锣的搭配这种唢呐还要大耙小耙小锣大锣大铜锣的搭配非常精彩像我们这一套我们是去北港德育堂学的就是他龙凤狮他一次表演一个场地至少要大概就七八个人加上配乐一定大概要15个人下场所以那会更热闹因为我们时间上的问题我们最后再来一个醒狮现在这种醒狮我们叫做蓝狮因为在全民运动会比赛这个叫做蓝狮它也是有嘴巴可以开合的眼睛也是可以动的眼睛也是可以扎的那这个脚你看它的脚它是用拳头的所以这种叫做鹤山嘴巴这样比较平平的跟阿弥亚水缸这个叫做鹤山狮还有一种就是它的头啊它的脚它是尖尖的会逗人的尖尖的那嘴巴有点弧度的那就是佛山狮所以它每种舞法也会不一样音乐也会不一样所以那这种狮子呢那这种狮子呢他们学的也都是有功夫的像我们北部我们这个叫做南少林太祖拳我们就打会打拳的包括兵器18般兵器客家狮他们都会打流民拳像南部狮这种都是打鹤拳金鹰罗汉那这种狮子呢猜猜看广东狮都打什么洪熙官认不认识啊洪熙官不知道那黄飞鸿认识吧认识打电话给他一下那
让黄卫红你认识，那我黄卫红打什么群啊？哇，咏春。咏春都是女人拳，女人拳，你打我，我不闪，你打我就闪就好了，我一闪，哦，所以女人拳那边削枪带塔，那女人拳咏春拳，咏春拳大家都知道嘛，那个电影很好看，那个是谁呀、啊？男主角，叶问嘛，对，叶问嘛，叶问打咏春，咏春也是广东、广西、香港那边的拳种，没有错，哦。还有一种叫蔡李佛拳，哦，很出名的。还有就是那个像洪金宝、成龙他们打的是什么拳？哇，你们都一直在看电影，黄飞鸿厉害的是什么？无影脚啊，对不对？哦，所以黄飞鸿他们打的是一指定中原，你看哦，所以他们打的拳大功大嘛，哦，他们叫做洪拳，哦，就是洪家拳，啊、哦，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广东戏哈、哦，来男士的表演，啊、哦，音乐都不一样啊。哦可以拿那个师婆的面具来彩绘、哦、那等一下这个可以拿来玩、哦、很好玩的、哦、随便来
个男人龙啊，照着相，这个动作都很好看的哈、你可以耍巴士，单边的可以甚至可以绕，这个都 OK 的，但是要小心一点哈、因为我们场地有限哈、还有那个狮头也是一样，那狮头拿一个过来，这是给小朋友给大人，大家都可以玩哈、像是我刚刚教你们，就是把自己身体弄干净啊，所以他咬的动作怎么咬呢？从上到下哦，所以他会这么咬。舔的动作，左边转一下，右边转一下，手的狮子照着下，那已经讲了哈。学狮子要学礼貌，练武术要有武德。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小朋友，非常的有精神哈、每个人都要学那么多不一样的技艺呀。所以你们今天来这边就知道，哇，原来狮子有那么多种不一样的文化。所以不管玩什么都有它的文化在。但是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把这种文化来做一个传承。来。让北斗狮头王团队在这边做最后一个结束动作哈，李正，敬礼，好，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父母亲节大家有个哈愉快的假日哈，我们也谢谢哈，温泉博物馆哈，安生张丽奈哈。个积极还有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赞助谢谢各位，谢谢。